昨晚传闻做星三 ，CY 以激情演唱王菲击败同组嘅天舞。一向俾人态度散漫、笨住傻气嘅 CY 终于争一口气。佢喺台上面感激导师彭秀慧嘅不离不弃，直言唔想令佢担心，令后台嘅彭秀慧哭成泪眼。不过有网民就话佢几乎每一集都爆喊，夸张程度直逼内地歌唱节目《我是歌手》嘅观众，点知就激嬲佢啦，令佢忍唔住喺直播入面激动还击。彭秀慧在直播入面皱眉激动，表示觉得被侮辱，因为她是见证着参赛者怎样一步一步走下来，并不是单纯只是观众。又说观众可以批评她喊得样衰，但是不可以说她反应过度，因为外间根本就不知道她和参赛者之间的感情。